讲点话吗？讲一些什么是好的？下一首歌，那请问你要唱什么的？你要唱什么？就十分钟。四十分钟。好，叉叉忘了，忘了，好，下一首歌叉叉，叉叉玩流浪王子，流浪子玩超人妈笔记本，好，都讲完了。大家没有想要听别的歌？干！跟你讲，我每次都准备一堆歌，但是我们永远都表演不完。对，我们很想要表演一些我们平常表演不到歌，但你们就叉叉叉叉。比如说 MacBook Pro 啊，你们也不是很想听。等一下，不是这音乐放出来，还没啦，求求你，先唱先赢啊。所以我跑去找我最好的朋友，看到他我的眼泪竟然一直流，用力把它砸在月球，就算我砸在老虎。